这是库房重地，闲人免进，出价。你说话客气点，这可是总公司梅总。梅总，谁呀？不认识。他是你领导。领导，我表弟也是领导。你们俩谁大呀？他表弟是谁呀？是斌总。上个月王老板订了50箱货，为什么只收到5箱？发货了，不可能啊！你看，这上面大写的50，写的明明白白的。挣的是这个时，这不能怪我呀！人家都是一横一竖的时，你这是个啥玩意儿啊？然后还怪到我的头上，哎呀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发错了，回头给他补上不就完了？让他去人事办离职。你凭啥让我走啊？我表弟可是斌总，你们谁敢让我走？犯了错就要承担责任。梅总不让你赔偿损失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你们还真当自己是这主人了？我跟你们说，就你们在这说了可不算。怎么的呀？怕了？还想走啊？我告诉你们，得罪了我，你们谁都别想好过。喂，舅舅，对，我在库房呢。今天有人故意找茬，你快过来吧，舅舅。舅舅，你舅舅又是谁？我舅舅你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敢来找我的麻烦？我告诉你，我表弟是这里的斌总，我舅舅可是这里的人事总监。怎么，怕了吧？人事总监？啊，行，那我就在这儿等着你舅舅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大外甥啊，谁欺负你了？舅舅，就是他们，一进来就开始找茬。我都没见过他们，还说自己是老总。哪儿来的黄毛丫头啊？毛还没长齐呢，还老总呢？这可是总公司梅总。梅总，我还丑总呢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哎你，舅舅。他们刚才还说要开除我了呢，谁敢开除你呀、啊？这里我说了算，你说了算，就我说了算。这里的总经理不是斌总吗？怎么又你说了算了？那是我儿子，整个公司都是我们家的，你说我说了算不算？你们家的？哦，怎么了？哎你，哎。保安呢？赶紧把他们给我撵出去！赶紧的！活该！你没事，明天再来。冰冰，明天我要视察公司，您安排一下。好的，过来视察。老板怎么还是来呢？一会儿老板来，给我注意点啊，别乱说话，知道吧？放心吧。干啥呢你呀？鼓掌欢迎啊！妹子，这是我。不用介绍，我们已经正式认识过了。梅总，这是我们最近的工作报告。斌总，上个月你们这里发错了一批货，客户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昨天梅总就已经来调查过了，但被他们赶出来了。你们把梅总赶出去了？昨天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，对不起了。难怪分公司的业绩一直上不去，原来就是因为你们这几颗老鼠屎。坏了一锅粥，对不起了。现在总公司决定，你们二人以权谋私，做开除处理。至于斌总，作为领导，管理不周，做降职处理。梅总，我儿子一直兢兢业业，你不能。这个公司谁说了算？您说了算，您说了算。你这宝贝大外甥啊！